但我必须面对那些意图羁绊支配我的对手。当我选择对抗，那么遭遇重创又如何？用一次次的战斗创建前进的目标，人生不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？每一次倒下都在积攒反败为胜的力量，随后立刻投身下一个战场，输赢之于自己不再重要。放出去战，每一局都是巅峰，这是我们的 fight。